兄弟，要不要来一杯？走开！来，诸位，诸位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啊！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卢副市长，为我们的周年庆典剪彩，大家欢迎！啊，这样，我们呢，先座位都坐好。 待会儿和娄副市长合个影，啊，请娄副市长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进去进去。来来来，搁后边，哎，好。孔哥，再往左一点。 你是谁啊？在下帅飘，帅就是帅的飘起来的帅，飘就是帅的飘起来的飘。什么帅不帅，飘不飘的？我记得没请过你。再说，你也不是我们商会的人呢。啊，来来来，请出去，请出去，请出去。哎，这放开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刚刚游学欧洲16国回来，我当然没有时间参加你们这个什么商会了。不过呢。 今天你要是吸纳我加入商会的话，我就可以光宗耀祖、名震上海了。要么这样，我今天参与你们这个照相啊，就算是我的入会亮相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小子吧，嘴倒是挺油的啊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，你别出去，别动！ 这小子，他不请自来，非得要在一起合影，万一他是个刺客的话，我们会可担当不起呀。我怎么会是刺客呢？我要是刺客，那你们还能好好在这站着吗？那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就跟门口说，我是市长的贵宾，他就让我进来了。小伙子，哎，这儿没你的位子，喝这边喝点酒吧。不是。 市长，你去喝不错，有的喝就不错了，你。哎，市长。哎，市长。好嘞，大家都坐好。 咱们准备合影了，都坐好，都坐好啊，都不要动，看一下。小姐，需要我帮忙吗？谢谢。
常好，大家就这样保持啊，跟我一起数，一、二。帅飘，帅的飘起来的帅，帅的飘起来的飘。我要是能救你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态度对我呀？怎么救我？反正我有办法。死了，撤！